时间啊，卢比的卢，蛋饼阿姨崩溃中。对。来，登山成功，成功。我们今天要爬什么？高台山。哎，我们今天爬高台山。那现在7:30，好，待会见。各位早，一大早直接踩到大便，哇靠！现在在刮，等下可以去买热透。哎，高台山露营区。第一站口，我看我们这一团就沿路一直大便，一大到山上，掩埋就好了啦。这边来，哦，我就想你为什么要踩下去？不是你们没人讲，我们就在讲那坨大便。不管，等下谁走在我后面一定很臭，我不管，你们自己去承担。没有，我第一次多么希望下雨。哇，怎么那么多车啊？我们来晚了，现在时间是8:40，我们从新竹要过来爬，今天爬的是什么山？高台山。那预计大概十点多会登山，登到山顶。那我们待会见喽，拜拜。我们是小黑登山队，现在我们准备要爬高台山。大概带了5只黑犬，然后1只白狗，一只褪色，一只褪色，对。褪色的，褪色。好，那看今天能不能把这整个山路都把它霸凌住，不要让人家爬，让我们狗那么多，对不对？对。好 ，OK， 待会见了，拜拜。上去上 ，Go Go Go Go。阿志哥，还不赶快？还有嘞？阿谁？我们就沿路一直叫狗，12点才到顶，你信不信？哇！很有体力耶！你有小狗吗？对啊。太开心了吧！好了吗？走走走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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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快快快！好棒好棒！妈妈来了，好 Go Go Go！ 好 Go！ 快快快！哎，你先爬。我们走了。哎哎。你小心的脚不要被你走。我跟你讲，在我就是要把那个大便喷到后面，你知道吗？跟哥介绍，蛋比阿姨啊，哎，嗨阿托妈，嗨，好，这是蛋比爸，嗨，好来，奥迪 ，go go go， 有啊，你还单立木啊？啊？我不要上，我在下面。没关系，慢慢走。你先走，对啊，真的不行，慢慢来。走，你慢慢走，不用压力。这个很好走了，慢慢走，小心哦，慢慢来。他慢慢爬，我们先上。Go， 你先走。我们看到，假装要等我们，其实都在休息。你看到没有？全部都是在混的，除了小黑帮之外，还有别人在混。看到没有？啊，对吧？仔细看，通通。通通都是在混的。我们到山顶了吗？还没。大概5分级没有啦，你不知道。我以为说我要像狗一样。要在第一个，然后最后你要在最后一个，然后再回到第一个。对。我觉得这样很像狗哎，就是狗都会回来找主人，然后再跑去前面，然后再找主人呢。你又已经来回了。没睡啊？9:15，很喘哦。不会啊，怎么会？这样拍起来会被发现。
没话说，加油加油！我假装是鸭队。其实我好累、卢比，快点，镜头塞好了，快点。来，在等呢。卢比，卢比来。可以，还可以，可以。快，我镜头帮你，你要摔一点，摔一点，摔一点，用跳的。快点。还很好奇他的运气，那我爆了。哦。好好好好好好。看看老人家的跨法，哦，就是这样。他们会这样，他们会这样。哎呀！你叫后面两位怎么办？快点啊！我们也要抱。你不要抱啊！不要抱。阿婆是会先坐的。哦，另外一只脚在缓慢的。这样慢慢的。哎，这个很有调有经验，不错不错。对这个调重物很有兴趣。还不错，阿婆也还会这样。怎样？哎呦，哎，你看这个阿婆比较厉害。然后顺便喝口水这样。哈哈哈哈哈！帮你养脚，倒下来的。欸，可是它还活着，还在长大。欸，这根其实很粗哎。欸，可以过去拍照。来，冰冰来。没有先倒，他们没有灵。你想先减轻重量？没有发现，看到你拿袋子都觉得那里没有灵。阿超，我不喝水。阿超，阿迪喝了没？阿迪喝水阿迪刚喝了。要吃坚果吗？来，补充能量。你自助上去。你自助青冈洞？那是他快要快到。他现在想休息就讲。我快点，快一点，我压后。你们这两个老狐狸，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。饼饼，哎。这样发生什么事？裤子啊！不是，你不要脱那裤子啊！有了有了，你要卖弄性感，对不对？到山上你就露出真面目。姐姐，姐姐，你可以跟我这样跟一起跟奥迪这样爬，好不好？我有困难，我没踩大便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一定有人会大便。可以像这样。你们不要这样。好了。表现是怎样？哎、欸，过来。不要玩，会被肚子。弟弟决定要狼狈的。为什么不走右边？那明明就是狗洞，为什么叫我们爬狗洞？不这个，这个你踩这个上来啊。哦，帅帅帅帅帅，不愧是三十几岁的。三要抓好，抓好手，主要是靠手。好，跨上去。Go go， 阿超 go go， 马上去上去 go go。两个还要搬这个。好哈，妈妈来了。你讲那个双人抬头，一听起来就很难。跨，不会动了。好，那個、休息一下。该地卡住了，该地卡住了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是这里啊。这里是三角点啊。就是。对啊。三角点。景观台。景观台要再过去一点。我们要到景观台。三角点先拍照。现在时间10:20，我们现在到了高台山的三角点，在这里，来1510，爬升了大概200-300。那能帮我吗？那现在10:25，那我们大概从8点多开始爬，爬到现在，那因为我们的中间过程中加了很多同伴，所以我们现在大概10几个人。那我们等一下还会去前往前面的景观台。小黑登山队今天爬了这个高台山，目前登山的时间是10:25。那我们今天高台山成功。要喊奥迪的，没有，刚刚没有喊奥迪的，好，可以了，来，假装这样好不好？继续出发，前往前面的景观台。我们今天目标设定在景观台，景观台看完我们就折返。那个啊。啊！你们要介绍说前面树干好漂亮，来啊！树干好漂亮啊！重来一次，3、2、1，哇！树干好漂亮啊！这个姐姐压力有点大啊，平常照顾阿托已经精神崩溃。来，给各位看，看这边，对，最漂亮的一段。
这个之前有人生火过，但不知道这边能不能生火。乐乐，你没有参加，太可惜了。乐乐，我只跟你要两排，客气。好了，搞不好下一团还有 Miu 哎，对不对？他昨天不是说要跟吗？哦，很漂亮啊，这里。可以飞啊。哎，那是竹东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奔波的一个，但顶啊也被吹走了，风还是很强。好，而且因为我们有流汗，所以吹起来是蛮冷的。哎，爬到一个，这边写个东，5.5。觉得差不多就快到了，加油！走啦！这最后10公尺了，准备登顶，给各位看。哦！哇！到了！哇！这里东64。先到高岛总观台，哎呦，哦，哎呦我的妈！现在时间11:15。我现在多少这样？是素的。好嘞。哎，这是每个养狗的本能，都会用假的。啊？叫什么名字？好嘞，没有啦。你叫错名字，他叫 Ruby。Ruby。要叫 Ruby 对吗？好了 ，Ruby。好了。好了，那是登山杖，那个是登山杖，没事没事啊。不会打你。好了，走走走。Ruby， 拜拜。好嘞。他那是登山杖 ，Ruby。没有没有，你不能吃啊！拜拜拜拜。来坐下，哎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来，坐，坐下，带你坐下，坐。那我要，我想要跟你借塑胶袋。我帮你带下去。借塑胶袋这种话你讲出来。借你借你借你。变可怜的。坐坐，姐姐坐。来，快点快点。坐好，好，坐下，坐下，这里是这里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这边，你叫他你，你要叫他坐下，你要坐下，坐下，我还这样这样，哇，好乖哦，乖哦，你别拿，喜欢，请按，你们是要去扎营的吗？对吧？你要扎营的，那装备背那么多，分享、订阅、按赞，哎，扎营要带狗，订阅、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开启小铃铛。哎，不是啊，你要喂他，你就这样子。哎，你没有喂他哦，你要喂他嘛。喂耍第二次，你从马你打开喂可以好。坐下，好好，是的，他有坐好再给。对，坐了才能达到口令再给。Ruby 好，蛋饼，蛋饼。好，阿迪坐下。还有蛋饼，哪一只是蛋饼？阿超。好，输人不输阵，这里，阿超，这里，这里。坐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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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，坐，坐可以了。两版的，好，英文版哦。好可爱啊！教练，教练带去。冰冰，冰冰也坐，不是这边，来，冰冰坐，冰冰，冰冰坐，坐，冰冰坐，坐，坐，冰冰坐，坐下，冰冰。个。这时候就知道，我比人还吸引人。对。我跟你讲，秀也秀这段时间而已了，啊、秀就没了。我要叫他坐下、啊，要不要吃饭？哦，对啊，哦，我们下来了。对，我们下来了，我们在
快景观台就欧巴桑不能待在那太久。哇，你头会撞到？不会不会。好 ，OK。两个洞，有洞，有洞。对啊，这棵树真的蛮特别。这个就是阿曼达会在下面抽烟，然后这边死幻吓人的那个场景有没有？很大的，哎，这是芋头吗？这是姑婆芋啊。有毒哦。很有毒哦。全部都看到这里。你在干嘛啦？他不知道地上什么东西要撸那个。有黄金是不是？有味道。走走。Go。跟各位讲一下哈，来这边，我刚刚忘记讲，这边有两个分岔路，一个往左边，一个是往右边。这个右边是从第二登山口过来，那相对的也是会从这边高台山一直往上去。好，那我们下切的点是这里。哦，那竹节虫，这是。